实在是太疯狂了，野狗群居然围攻落单的模式。原来一头泥鳅产崽的模式，由于口渴难忍的水坑喝水，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饥肠辘辘的野狗迅速围剿。原来他们想吃狮子肉，忍无可忍的母狮主动动出击，双方大战瞬间爆发。母狮试图抓住一只野狗教训，殊不知其他野狗蜂拥而上，面对寡不敌众的窘境，母狮只好一屁股坐到地上。为了摆脱野狗的纠缠，最后他直接躲进了水坑中。一个追杀，十几只猎狗一拥而上，追在母狮身后疯狂逃跑。单枪匹马的母狮毫无反手之力，眼看即将打的临头，不料附近突